到田径的，就是一百个人练走99个，最后那个人上赛场。真的很希望有一个人知道我多想把跳高跳好。 我觉得你就是那个人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必须无条件的相信我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？现在。从锻炼身高啊！要真想当运动员，就四个字儿：惨不忍睹。人各有命，在跳高这条路上走不远的。就你吧。 又是为身高吗？你都不让他上比赛，你怎么知道他不行？教练身高多少钱？田径队一切以诚意说话。你少在这给我搞特殊。我赢了，段玉秋，你不是天赋好吗？谁是被你看清楚了？继续让他这么练下去，你会害了他。我相信他，你也得相信他。我不会看走眼的。 不服！再来！再来！再来！我想成为你的骄傲，我会拿全省冠军、全国冠军、世界冠军。奖牌我都会给你。